我们请看下面注解。量以此经，符合社会之实况，真俗并照，四理双融，凡圣齐受，心服宝儿。你看这16个字。4句，不要看别的，就看这16个字。我们选择这部经就没有错误啊。故能长存而独留于末世，为什么会长存？世世代代，人家要印经都印这部经，别的经不印了。为什么不印？没人学了，没有那个能力学了。大家都印这个经就长存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这个经能起起，其他的经起理不起起。这个经容易修，这法门容易修，而且很容易得到成就。你看，一般专修3年，就能自在往生。锅炉匠这个例子还得了吗？不得了啊！修无始，都是给我们做最好的示范。下面我们再看。量以此经，不但为净土群经之纲要，一大藏教之至贵也，实实在在也为此界他方。此界是娑婆世界，他方是十方一切诸佛国土，现在、未来，一切有情离苦得乐，究竟菩提之法要啊！贵在认知啊！你真知道啊，你真认识啊。